陈豪呢日着晒大褛出席品牌活动，啱啱先拍完电视剧嘅阿毛就话即将会同屋企人出国过圣诞啊！系噶，咁啱啱拍完呢个剧集啦，咁跟住就可以带啲小朋友出去玩下啦，对自己又可以放个假，因为呢几个月嚟拍嗰个剧都几辛苦嘅，咁好多动作戏啊，咁拍成四个半月，变咗而家终于都完成啦，咁啱啱好自己又放假，咁啱啱个小朋友个学校假期又啱啱开始。咁咪大家一起出去玩啊！欧洲现在是夏天嘛，对呀、啊，所以其实是过一个很暖的啊圣诞节。咁今年嘅圣诞节，小朋友又准备咗咩礼物送俾妈妈呢？我哋已经系一直都系谂住要点样带细佬哥去出去 shopping， 然之后要帮佢哋去拣，要佢哋拣。但我盡量幫他們去選擇什麼禮物送給媽咪，讓他們知道其實媽咪很辛苦，用心用力去湊他們，去疼他們，去生他們，變成他們應該好好地去疼媽咪。